为什么提速？为什么改变航道？这条航道可以快一点到港。 海图上没有这条航道，因为这条航道是条鱼道。马上把速度降下来！马上把速度降下来！ 现在跳船，你看来得及。蠢货！冷藏室的东西一旦泄露，方圆30公里寸草不生。大夫，这里离海岸线有多远？只有10几海里。 船长，到处都是暗礁，要是杀了船长，我们就都出不去了。船长舵，船孙。 去检查一下冷藏室和船体的受损情况。嗨。